哎，小陆，这样，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江晨跟陈凯相处的一些细节，小细节。越详细越好，没关系，你记得什么说什么。江姐啊，她平时又是个工作狂，她除了工作对什么都不感兴趣。陈凯嘛，他就是个草包，他脾气差，演技又不好，他老觉得自己长得特别帅。 到处沾花惹草，哎，就他呀，连妻子的化妆师傅放过。外面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俩是夫妻。不过也是，你说一个人在制片组，一个人在演员组，他们俩平时见面也很少说话。你说说，陈凯，他整天穿金戴银的，江姐，她连扎头发的时间都没有。我觉得他们俩根本就不像夫妻，我觉得他们俩像母子。哎，又怎么了？喂，喂。 没事，大叔，我在家练瑜伽呢，是想维持一下自己好的身材。江晨不修边幅。是呀，哎呀，干我们这行的，就是把女的当男的使。不过也是，丹姐她平时那么难，哪有时间打理自己啊？大叔，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一个女人做头发需要多长时间？先剪吹，再染烫，整个流程下来得大半天。 喂，喂，大叔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？喂喂喂，挂我电话，又不跟我说谢谢。哎，你别练了，你过来。周远他又不跟我说谢谢，你说周远是不是情商不在线？这个江晨我们查了。 没什么问题，关系清楚，家世清白，他的手机除了联系工作之外没什么别的，还有联系比较多的就是他的美发师，可能平时爱做头发。刘峰，把江晨所有的通话记录和信息都给我调出来。是。你别给我了，我今天早上又称体重了，结果怎么样？别提了。 你说我每天忙成这样，这体重又长2斤，还有天理吗？我跟你说，都怪局里那盒饭太好吃了，害得我每天都要多吃。这样你听我的，吃饭前先嚼2颗口香糖，保证你连饭都不要吃。真的有用吗？有用啊！你听我的，肯定有用。哎，小洛，你摸摸我肚子，你看。嗯，跟你说，有人跟着我们，待会儿就你就别怕。 我保护你，别怕。陈毅。 小洛，喝点水。有我们在呢啊！怎么了？周队，你们来了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有人袭击我们。看清对方长什么样了吗？没有。你也问问我们受伤没啊？你们俩没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。我刚刚在对方手臂上留了点抓痕，下次遇见应该能看出来。那就好。这两天一定要格外的小心。是周队。陈一姐，对不起。 我真不得不应该让你陪我去便利店的，你瞎说什么呢？还好我陪你去了，不然你自己受伤了怎么办？你不用内疚，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。你明明就是在怪我。走吧，我们送你回去，走。
大家分头行动，有事电话联系。好，好，志磊，怎么了？已经一炸了。车，好了。哎呦，车洗也挺干净的啊。不错嘛，陆浩。可以啊。哎。这小纸条呢？你看没啊？注意安全，按时吃饭，同志们辛苦了。嗨，我不想让大家出警的时候心情好一点吗？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暖不暖？暖是暖，就是这眼瞅就要下雨了，还洗车，这不草率了吗？周队，咱们出警吧。我呢？你跟老吴头把那个材料再整理一下。哎，至于吗？就一份材料，还有我们俩人一块整理啊。上车。刘峰。啊。把他带上。陈毅上车。哼。哎，走啊！啊！你这愣着干啥呢？快去吧。特别火，可好看了，看过没？没。这到底是破案的还是谈恋爱的？这现在特别火，这个。不好意思啊，周队长，让您久等了，请坐，请坐。喝咖啡还是茶？不用了，谢谢。倒两杯水来。好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真是一个会接着一个会，从早上一直开到现在，就没停。干你们这行也是够辛苦的。 这不是总公司要闹着上市吗？谢谢。周队长，小凯的事情，你们查的怎么样了？正在查。别误会啊，我不是在催你们。其实，我跟你们警察也打过交道的，我知道你们也很不容易。 但是，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心里还是会……理解，非常理解。江总，我冒昧的问一句啊，你跟你先生的关系到底怎么样？你们是不是知道他在外面的那些事儿了？ 当然是知道的。其实我身边的人，包括我父母，都劝我让我离婚。唉，我这个人嘛，表面上看好像挺强势、挺有主见的，但实际上骨子里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人。婚姻对于我来讲就是一辈子的事儿，选对了那是我幸运，选错了。 也就只能忍着呗。我还想问个问题啊，以你对他的了解，你觉得他会不会跟其中的某一个女孩产生真感情？当然，我只是猜测啊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他们又想生活在一起，但是你在中间挡着，不会的。这么肯定？周队长。 你要知道，现在的年轻女孩子啊，都活得很明白的。玩玩可以，要长时间生活在一起，哼，不大可能。再有，你别看小凯在外面玩得鸡飞狗跳的，其实他自己心里很清楚，离开了我，他什么都不是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钱。那。 他除了你们这个圈子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的交际圈吗？说实话，我是真的不清楚，因为平时我们两个都是各忙各的。他
他出去去哪儿跟谁，他也不告诉我，我也从来不打听。你们俩这关系怎么听着这么拧巴呀？是啊，我现在终于不拧巴了。先生你好，里边请。您怎么那么磨叽？这都几点了，才来？傻愣着干什么？过去修空调去。兄弟，不是修空调的，不是修空调，我来找人了，找人。那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。你别瞎以为了，你们老板呢？放心，不是告你状，我跟你们老板约好了。你没找我？你们约了吗？我怎么没印象？何俊是吧？是我。那咱们找个安静地方聊聊呗。你们是？啊，那这边请。那行，要不先这样。好，你们如果有什么问题，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或者直接来找我都行。江总，我还有一个私事想麻烦你。你请讲。我的小外甥高中毕业，死活不想读大学了。你是不是想让他来我公司啊？可以的。啊，不是，他呢就想做这个美容美发，将来做一个造型师。我不懂，我也不认识这方面的人。江总，您跟他们熟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也不认识。不过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，我可以托人去打听。啊，算了，当我没说。那我们走了。空调坏了，没事没事，还扛得住。你们以后没事啊，到我这来弄头发，我给你们打折，办卡都行啊。不过之前你得帮我们个忙。行，您说。江晨你认识吗？认识。众乐娱乐的老板就是这个江晨吧？对，熟吗？怎么说呢？你要说熟，他是我们这的 VIP 客户，经常来弄头发，不过也就是这么个关系了。那程凯你认识吗？你笑什么？当然认识了，演员嘛，还到我这来过，自我感觉特别好的一人。你说这演员是不是都挺自恋的？要不他也当不成演员是吧？是是是是。对了，他好像就是江城的老公吧？不过这两口子好像一直没有公布关系。你说他们俩也真够逗的，这有什么可隐瞒的吗？那你是怎么知道他们没公开呢？啊，干我们这行啊，接触最多的就是他们这个圈子。你们问这个，不会是他们两口子出什么事了吧？陈凯被杀了。什么？这怎么会？28号下午到晚上你在干什么？何总，我问你呢，28号下午到晚上您在哪儿？啊，对不起，我实在是有点。你问28号是吧？对。28号是周，我看一下啊。啊，那天啊，我正好不太舒服，下午不到5点就回家了。那回家之后呢？回家以后弄了点吃的，然后吃了点感冒药就睡了。你一个人在家呀？对，我单身。不好意思啊，
喂，啊，我这忙着呢，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。嗯。哥，一会儿你着什么急呀？不好意思，别嬉皮笑脸的。你说刚才有你那么问的吗？啊？我直没等着就问结果去了。那咱们底下人家不都知道了吗？你得学会绕弯子，虚实结合，试探，试探，懂吗？我知道，我在学校模拟训练的时候，我都练过。那叫纸上谈兵啊，好像谁没在学校待过似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办过这么多案子，没一次像你这样的。走吧，你走前头。除了没有不在场的证明之外，其他的还好。哦，对了。今天有个特别奇怪的地方，峰哥你记得吗？今天我们去的时候，何俊穿了一件特别厚的西装外套。西装？特别整齐，而且他们公司的空调还坏了。还发现了什么？哦，还有走之前的时候他接了个电话，神情特别紧张。没有名字，只有号码。看到号码了吗？佳佳，18611822323233。小林，尽快的帮我查一个号码，18611822323，一个小时前是从哪里打出去的？周队，什么思路？来，你俩看啊。如果假设这个电话是江晨打的，那就证明他们俩的关系不一般。咱们能不能大胆的设想一下，假如江晨跟何俊有进一步的亲密关系，那么江晨否认认识何俊，那就是合理的。情人？不会吧？江晨是什么女人？女强人。而且人混影视圈的，什么没吃过没见过，啊！再说她自己都说了，她是一个注重家庭观念的女人，我看她挺端庄的呀。行，就算她是自言自语、自说自话，但是我告诉你们，这女人看上男人跟男人看上女人，这是两个概念，明白吗？哎呦，哎呀，这个总结不像是你这个钢铁直男能说出来的。是不是我那个嫂子跟你传授什么私下里的？对，严肃点儿。我们再往前推一步，这程凯的死是不是因为何俊跟江晨的这种关系呢？会，为什么？程凯发现了？我觉得不会。发现就发现了呗，这不正合程凯的意吗？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，谁也别管谁呗。再说了，这件事情对江晨又没什么太大的影响，他何必冒这个险呢？那如果何俊不同意呢？当然，我刚才说的只是假设，但是有可能查到最后，江晨跟何俊的关系是清清白白，什么事儿也没有，大不了两个人就是一个情人关系。江晨不愿意承认，只不过是呢，不愿意让别人知道。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往前摸，大不了到最后错了方向，我们再掉头回来。你们说呢？好。喂。好，知道。那个电话就是江晨打的。真有事儿啊！尽快的查出江晨跟何俊的社会关系，还有社会背景，他们的行踪都要跟，都要查，好吧？如果人手不够，跟大李他们借。我先走。哎，你干嘛去？我去那个小祖宗家。老吴在了，今天他值班。哎，家里事儿多着呢，我去替他。他老婆病了，儿子要考托福。看见没有？中国好警察，中国好领导。行了行了，抓紧时间啊！
干活吧，少爷。哎，我记得我们已经拿到江晨和何静的通话记录了吧？拿到了，怎么了？那为什么周队不直接拿着记录去问呢？妈，试探，试探。谁啊？我。你是谁？你从这个猫眼里看一眼不就知道了？啥事儿？我是上来看一眼，你有事儿还是没事儿？那你是希望我有事儿呢，还是希望我没事儿呀？我当然。行，没事儿。那我下去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哦，我吴大叔呢？家里有事儿，回去了。下次别穿成这样啊。我之前又不知道你要来，你下次来的时候先提前打声招呼，我好穿一身晚礼服欢迎您。哎，我说你这孩子就不会正常说话呀？这个人真不识趣儿，没劲。大晚上的抽什么风啊你！你说你，你还是警察呢，还是队长，胆子怎么这么小呀？你是突然冒出来，是个人都有反应啊？行了，赶紧回去睡觉啊，该干嘛干嘛。你不知道编剧都是夜猫子嘛，一到晚上就特别精神。就是在楼上看到你自己在车里挺孤单的，想下来陪会儿你。我不孤单。哎，要不这样，我去买点啤酒，咱们俩把酒言欢。别开玩笑了啊！我现在在上班呢。不喝算了。开门。干嘛？我上车陪你聊会天。我在工作呢。我再说一遍，我在工作。你上班不就是为了保护我吗？别乱动！你们这车不就是普通的车吗？我还以为007碟中谍呢，这怎么连个行车记录仪都没有？谁告诉你没有了？我这警车怎么可能没有？在哪儿呢？隐藏呢？江晨姐的行车记录仪就在后视镜上。谁？江晨姐呀！哎，我跟你说，上次特别倒霉，我开她的车出去办事儿。回来的路上遇到两个碰瓷的，幸好车上有行车记录仪，我怕那两个人找上门来，我还特意拷贝了一份。哎，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厉害？嗯，特别厉害，我真是佩服江晨姐啊，能把车借给你这么个不靠谱的人。那大叔，你从小就是这种性格，还是当了警察以后才这样的？什么性格？就是特别丧。这事儿你自己知道吗？你才丧呢！你这个人真的是……这个案子破了以后，你是不是就回去了？这还用问吗？要不怎么着，搬到你们家楼下去办公？那你会想我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会想念人家吗？不会。你这个人真的是……你丧，你还喘上了，哎，不过也是啊，还有一段感情等着你要挽回呢。这个人还说是你重要的朋友，我一猜就是你自己。
行啊你。这人是你啊？我就是瞎猜的而已，你不打自招，你我能力不行啊，周队长。嘿，你这丫头，别动手动脚的啊。哎，怎么样？你跟我聊聊，我给你支点招，狠招。我保证你的女朋友一定又抱着你的大腿，然后一边哭着说：“哦，周远，不要离开我，我的罗密欧。”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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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说了啊！你再说我吐出来了。我还没开始给你支招呢，你听我说呢。哎，你赶紧回家吧，我赶紧回家。你干什么？我还没开始。哎，我才刚开始聊正题，周远。我累了，我要睡觉，我要休息啊！赶紧回去吧。你别后悔。你真别后悔。招了，全都招了，吸毒、恐吓、盗窃。周志南这孩子，就在里面踏踏实实的反省吧。挺好，又少了一个祸害人的东西。你不知道啊，我一边审着这个周志南，我这心里面一边闹腾啊。担心你们家小童了？可不是咋的？哎，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的了啊，你嫂子非要把我儿子送到国外上大学。那全世界就咱们国内治安最好，你在国外又玩枪又吸毒的，离那么老远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你我管都管不了。其实我觉得你们家小童挺好的，对吧？多自律的一个孩子呀，这没什么问题。喂，刘芳，你这两天去哪儿了？哎，这两天我跟陆浩，那真是没日没夜，废寝忘食，动用所有关系查这个江晨和何军呢。少废话，说。成果相当喜人呐，第一。他俩不仅认识，而且早就认识，高中同学，就是同桌的你。第二，他俩之间一定有事儿。我就在那个快捷酒店找到他俩开房记录了，不止一次啊。干得好，哎，周队教得好。哎，对，但是我有一事不明白，你说他们俩不挺有钱的吗？为什么在这儿开房啊？太草率了。这还不明白吗？低调，怕人发现，对吗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陆浩呢？啊，我让他跟江晨去了，说他跟我说江晨今天早上偷偷摸摸开车出去了，和何俊在沿海公路上有车和呢。你怎么了？觉得有人在跟着咱们。没人，别老自己吓唬自己。我能不害怕吗？我觉得警察肯定是发现什么了，不然怎么会同时找咱们俩呢？我这几天电话也不敢给你打，短信也不敢给你发，出门之前还得先看看有没有警察。这是什么日子啊？这是，你别急嘛。就算他们怀疑了，那也是一时的，大不了查到咱们俩的事儿，那又能怎么样？我倒不担心这个，我就是担心白小璐手里那个 U 盘。我也是头疼这事儿。现在那帮警察天天盯在他身边，我不能再像前两次那么干了。那怎么办啊？我觉得警察肯定会拿到那个 U 盘的。你不是跟白小璐关系不错吗？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啊，
我可下不去那个手的。我不是让你动手，你想办法把白小璐给约出来。我怎么约呀？他到哪儿，警察就跟到哪儿。这个样子已经快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天天做噩梦，我真的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，我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？我真的扛不住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别急了，我会想办法。你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当时怕老跟在他们后边引起他们怀疑，就超过去了。超过去的时候看江晨在哭，哭得还挺厉害。那这回妥了，通话记录、开房记录、同学关系，这都有了。妥什么呀？这些证据只能证明他们是情人关系。那其他的把他们提过来一问，不就全都撂了吗？草率。这万一不是，咱就不是陷入被动这么简单了。你不草率，那你说怎么办？唉，可惜不能在他车里放个窃听器，要不然就能知道更多的消息了。录音又不能当证据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上次特别倒霉，我开他的车出去办事儿，回来的路上遇到两个碰瓷的，幸好车上有行车记录仪，我怕那两个人找上门来，我还特意拷贝了一份。哎，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厉害？那个，我这肚子疼，我得上趟厕所，你就在这玩啊！哎，别走远啊，一会儿我就回来啊！Thank you.
看清楚了吗？里边的人是不是你？说话。是。行，认了就好。聊聊吧。刚刚在公园里，你们是怎么？先聊你的事儿。江晨，说说吧，程凯是怎么发现你和刘俊的关系的？微信。发现以后呢？我本来以为他会跟我大闹，没想到他很平静。没事儿啊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以后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，咱互不干涉。小凯，你别这样好不好？我跟他断了还不行吗？干嘛呀？都跟你说了没事了，反正你一个人平常啊也挺孤单的，有个人陪着你啊，我也放心。但是有一点，离婚甭提。他为什么不跟你离婚？还能为什么？钱，我的资源。到后来，他就开始在外面变本加厉的折腾。以前对我多多少少还遮掩一下，他后来干脆都不管不顾。我多少次都想找他好好谈一谈，但是他根本不搭理我，手机不接，躲着不见。再后来，他干脆就到外面租了一套公寓，连家也不回，就天天约女孩子，有时候还不止一个。这瘾可真够大的。这是一种病。其实，江晨一直都很痛苦。一方面他觉得程凯是个混蛋，可一方面他又很自责，他觉得我们俩成天偷偷摸摸在一起特别不好，他骨子里是个……她是个传统的女人，希望保持家庭的完整，对吗？没错。接着说。我特别能理解她，中间我们也分过几次手，可感情这东西一旦有了，这哪能说断就断？后来我下决心要名正言顺地跟江晨在一起，让他跳出这个火坑，所以我就去找程凯谈。当时我做了最坏的打算，就是给钱，无所谓，就算是把我的店卖了都行，只要他答应跟江晨离婚。可是这个程凯既不要钱也不离婚，他还骂我，他骂得很难听，很伤人自尊。他不光骂我，他连江晨也一起骂。后来我实在忍不住，我就